我应该不会穿亏了，我们没有办法一边唱歌一边跳舞。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的。你刚才有啊？我是死逼自己的，因为这首歌如果不跳的话很奇怪。对，因为你都说舞曲嘛。来，我们可以看我们的这个后跟短哈，那跟短前哈啊，起码一根哈，开始老点了呢哈。啊，那如果呢要过平安发财桥的朋友，发财桥的朋友，还是要这个要点大柱香的朋友呢，还是要补运的朋友，这个时候可以到坛内呢去问一下我们的理事朋友了哈。啊，那起码是真好的时间，就是和你大家保运气。对，我等阵也要去排队。对，但是你排队之前呢，理事叫我交
这个给你，交叉哦，谢谢，不是叫你卖给你的，不是叫我卖红包，是叫我去卖红包，叫你就是说把今天的这个财气、福气、好运气呢，都让大家来跟你的手接过。那其实呢，真的谢谢你，人家。